Hi， 我叫阿明啊。我谂冇男人唔中意车噶，个个心目中都有几部 dream car， 而我都唔例外。喂，唔好意思，我先走先啦，我有嘢做啊吓。阿司机啦，阿司机啦。我点解可以成日换车嘅咧？唉，我个老爷车未公布。我知啊，佢哋一定喺度谂，点解当年餐餐食福年嘅我，而家要换车换得咁好啊嘛？冇差嘅，食脑噶嘛。我用咗东荣汽车升级而租任贷款计划，保证三年后以车价嘅四成半回购翻部车，而头三年嘅供款都只不过系车价嘅五成半。供款每个月都少了，玩车咪可以玩到尽咯。想知多啲东荣升级二转售价保证计划嘅详情，上东荣嘅 Facebook page 睇下啦。